超出人工的时间，四个小时不给你开始不行。一个人是用理性，还有一个是用感性，现场的感觉，视线看过了，看到之后，嗯，我以后你努力他们，你看。一个人不是真的讲，应该一直练手动作，动作不打开，他们也是，就是站着去，就，哎，对，站着去的最好了。所以你平时练功夫没有注意，是旧化旧善旧化，变成一些隐疾的话，也是当一个临场医生。